昆凌最近在加拿大拍摄新片，怕想孩子的她把两个宝贝带在身边。15日她在网络晒了一张抱着两个宝贝的照片，三人都以全黑打扮入镜，昆凌是十足的朋克风，两个宝贝则穿着超可爱的秋游装，萌度爆表，吸引网友眼球。大家纷纷留言说好可爱好幸福哦，还有人说要帮忙吗？只见昆凌一脸宠溺的低头看着一对儿女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，画面非常有爱。昆凌发文写道，回家时间到了，带着两小只臭鼬回家当纪念品。他还特别标注，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我会想念温哥华。可见他非常享受与孩子在一起的家庭热。网友虽然都觉得可爱，但也有人说怎么读却周杰伦呢、啊。